基地的心脏，它会持续不断的生产幼虫，用于孵化你的各种战士和工人。现在建造一只工蜂，开始采集资源吧。需要孵化更多的蝗虫。 蝗虫为你的部队提供控制力，随着你部队的兵力不断增长，你必须孵化更多的蝗虫来控制它们。要创造新的作战变种，你必须建造不同类型的主巢建筑。
需要更多的晶体矿。Yeah.